调教李 Mira 已经播完，经过12日梅窝入营相处之后，导师梁祖尧带领一众嘅队员打开心扉，尝试去了解身边人，同时重新去认识自己。好似一个月讲唔够十句嘅姜父关注组，姜涛同埋 Tiger 邱傲然，经组组安排佢哋两个即时倾偈，同埋行书店合力推销 Mira 唱片上架售卖。佢哋两个经此一役，果然 friend 咗啊！在调教你 Mira 最后一集 Mira 才艺晚会，他们除了另一个第一届15-20大赛搞笑一番之外，亦都在演唱会上合唱一段。很相信能成就大爱，很相信能炫耀自己，很贪心愿天天很多美好的派对。前日是 Tiger 22岁的生日，姜涛就在限时动态留言祝福好兄弟。虽然每日50句的承诺没完全达成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是我们了解彼此的开始，生日快乐。而 Tiger 亦都以五个深深的 emoji 作为回应，他们两个正式破冰，成功踏出了友好的第一步。姜父关注了的 fans 安乐晒啦。从不分你跟我。